大家好，圣诞节快乐，主内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欢迎你们一起聚集在线上，我们一起来欢庆圣诞节。庆祝圣诞节是要记得那爱我们的主耶稣，愿意舍去天上的荣华，谦卑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为你为我付上生命的代价，为的是要让我们得以和上帝和好。圣经里头约翰福音3:16这样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降生是救恩的这一个消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知道的。今天，不论你在何处，身在何处，上帝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把他的爱和平安都赐给你了。将来，在基督里得着新生命的人，不论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各国，都要一起将一切的荣耀归给荣耀的主。好的，今天我们同样的要用诗歌和敬拜来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来欢庆耶稣的降生，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一起的来敬拜赞美他。我们一起来看上帝的话语，请听神的话。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甚，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上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路加福音2:10，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普世欢腾。普世欢腾，救主下降，大地皆陶之王，为人从心预备地方，诸天无歌唱，诸天无歌唱，诸天无歌唱，诸天万物歌唱。欢腾，组织万方，民众首当歌唱。我也红桃，像是冰月，像你的神摇篮，像你的神摇篮，像你像你的神摇篮。罪恶有错，不容再找，试图紧紧这流畅，到处就这流畅，到处的到处就这流畅。自己真理恩之万法，若是万邦之你，上次公义无私荣光，就爱情要努力，就爱情要努力，就爱就爱情要努力。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圣婴孩主耶稣。圣婴孩主耶稣原来在天堂，今将生在马槽，无争又无从，在天上总明星，祖母向下望，小小的祖耶稣安睡在朝圣。
间祝你生一回忽然喜，小小的主耶稣不哭也不惊，主耶稣我爱你，愿你今降临在窗边保护我，直到天方明。主耶稣靠近我，永不离我身，爱护我无休止，魔鬼不相侵，耶爱领兵赤伏天下中婴孩，带我们今天过永和你相亲。夜幕低垂，星光点点，美丽的伯利恒城默默地披上了黑色大衣。为了罗马政府办理人口登记，街道上出现了人群，客店也分外拥挤。这时，在伯利恒野地的牧羊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忽然一道荣光炽天照耀，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忽然有一大队千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马太记载，有几位有尊贵、有学问、地位的博士，谦卑地来到婴孩耶稣面前敬拜他，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耶稣。圣经是这样说的：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字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是的，主是奇妙的，他是我们奇妙的救主，奇妙的良友，他的救恩奇妙，带领奇妙，他的供应、医治、恩待都奇妙。我们越领受主的恩典，越感到主的奇妙。在我们的人生中也有黑暗的时刻，暗淡无光，在黑暗中摸索，当主耶稣降生在我们的生命中时，就带来光明和希望，因他使人夜间歌唱。他是奇妙的主，全能的君王，他是好牧者，是万古的磐石，他是全能的神，他是万有之主。当俯伏在主面前敬爱崇拜他，他名称为奇妙耶稣。你是否愿意谦卑地来寻求爱你的耶稣？耶稣爱你。
山野，纵心山有极光明，亲爱教主，今夜为我降生。黑暗世界，众人陷陷于罪中，直到主来，众灵魂的惊醒。何等盼望，普世欢欣迎接主，何等光芒，明亮创新照耀。主的教导，成全律法，带来平安福音，断开锁链，释放被掳的兄弟，靠他生命伤害压迫宗旨，喜乐诗歌，我们来高声唱和，圣洁尊名，全心协力传说，耶稣是主，哦，赞美他到永远。耶稣降生之夜，天使的歌声传播喜讯，其优美旋律遍平原。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真神。让我们唱天使歌唱在高天，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走山林发回声，
激发歌声美难言。如同往伯利恒，天使所唱圣婴孩，前来跪拜同欢唱，基督救主新来往。弟兄姐妹，圣诞蒙恩，我们一起来读几段的经文。基督的降生，当那些日子，该塞亚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了。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暗月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熄灭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突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弟兄姐妹，圣诞平安。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二章4-14节。那天使对我，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
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要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愿上帝赐福读他话语并遵行的人。Today's scripture reading is taken from Luke chapter 2, verses 10 to 14. But the angel said to them, "Do not be afraid. I bring you good news that will cause great joy for all the people. Today, in the town of David, a Savior has been born to you. He is the Messiah, the Lord. This will be a sign to you. You will find a baby wrapped in clothes and lying in a manger." Suddenly, a great company of the heavenly host appeared with the angel, praising God and saying,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heaven, and on earth peace to those on whom His favor rests." Amen.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Lord, peace.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也因为全世界都受疫情的影响的关系，今天很多教会都采取以线上崇拜，我们也不例外。虽然我们不能在教会里有实体的聚会，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今天仍然还是可以在一起庆祝耶稣的诞生。在这里，牧师和华语堂圣公委办们向你们问安，圣诞快乐。在圣经路加福音一章一到四节如此说，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船制造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就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圣经里没有记载耶稣降生的真正日子，这么重要的日子怎么圣经没有记载呢？我们都知道路加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这些事我既从起初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意思就是说，路加他写这福音书的时候，他是经过详细考察，也是按着次序写的。因此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在路加写福音书的时候，当时与耶稣同一个时代的人都还在，他们这些人应该都会知道吧？我相信路加他也经过详细考察，必然能够找到耶稣出生的日子。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生日，对耶稣来讲好像路加故意把它忽略了。但是路加他为什么不写耶稣具体哪一天出生的呢？我相信
这必定有神的心意在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12月25号不是一定是耶稣出生的准确时间，但重要的是每一个人当他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拯救临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那个就是耶稣诞生在他心里的时候。我知道耶稣诞生带给我们有重生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知道从耶稣诞生到你的重生，这日子才是最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圣诞节这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可以向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甚至我们的邻居，借着圣诞节向他们传福音，向他们传讲这美好的信息。我们可以借着这个节日将我们的信仰的内容传递出去，使更多的人通过这个平台认识我们的上帝。在耶稣的降生，路加福音2章10到14节，从天使所宣告的信息里告诉我们，一，这信息是大喜的信息，这就是耶稣诞生带来的喜悦。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路加福音2章10节。耶稣诞生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因为他来是要救我们，帮助我们，他要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也要把喜乐赐给我们。第二，这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也就是耶稣的诞生带来安慰。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普天下人民的喜讯，因为他战胜了全人类的仇敌，那就是掌管死权的魔鬼。三，这信息是救主基督，这也就是耶稣的诞生带来拯救。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加福音2章11节。他是人类的救主，是神在肉身的显现，是神的受膏者。除此之外，在这一天圣诞节是什么呢？一，圣诞节是向世界介绍，这就是基督信仰的平台最好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借着这个节日将我们的信仰的内容传递出去，使更多的人通过这个平台认识我们的上帝。第二，圣诞节是向信徒展示，这个就是基督信仰的媒介的最好机会。教会可以透过圣诞节各样的礼仪和节目，讲解基督信仰的内涵与精神，同时启发信徒在思基督的救赎与恩典。三，圣诞节是向世人的见证，这就是基督信仰的见证是好机会。虽然向世人见证福音是随时随地的，但是透过圣诞节这么一个特别的节日，传福音做见证，有时候会带来加倍的果效。教会应该把握这个机会，
发动全体信徒做更多的福音事工，传扬福音，领人归主，完成耶稣的大使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教信仰跟别的信仰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来自启示，这个信息是天使宣告的。我们都知道，世上的宗教都是由下而上，乃是人去找神，但他们也找不到。但我们看到基督教的信仰是由上而下，那就是神来找人。因此透过天使的宣告，我们就知道这个宗教是个启示的宗教。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启示呢？如果神不告诉我们，我们就不知道。启示就是揭开，神揭开了奥秘，他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的是救赎我们。这一个宝贵的信息是由天使所宣告的。第二，我们的基督信仰需要传给万邦。天使说，我报给你们的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此我们知道耶稣的诞生是要传到万邦，所以耶稣的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万民是世上所有大大小小的民族，我们都有责任向他们传福音，这是主耶稣他的心意。他的救赎是要传到世上的万邦。我们基督信仰是有生命的。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知道这个信仰是给有生命的信仰，是关乎一个生命诞生在这世上。因为圣经讲，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在过犯和罪恶中死。但我们今天因为认识神，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过来，我们成为一个活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人。这段经文里讲，神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不是用旧的来翻新。最后我们看到新这一个是从旧翻成新的，一个是从无到有，一个是全新的。第四，我们的基督信仰由神人次序。天使在赞美神的时候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看到先把荣耀归给神，我们才享受神所赐的平安。今天世界上许多的信仰，他们到了神明面前跟神明求这个求那个，等他们得到他们所要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贡献一点香油钱。但是基督教的信仰不一样，我们要以神为中心，我们先荣耀神，我们才享受神所赐的平安。今天因着耶稣诞生在这世上，我们感谢主，我们把
一个大喜的信息带到，他把一个大喜的信息带到世上。如果没有主耶稣，我们今天我们世人都在黑暗中，仍然行走在黑暗里，我们没有盼望，我们被罪恶的辖制，罪恶也使我们失去宝贵的自由。今天我们要感谢神，耶稣已经释放了我们，耶稣也让我们在真理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也认识这位宝贵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当他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拯救临到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耶稣诞生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知道耶稣的诞生带给我们重生的生命，所以从诞生到重生，这才是最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知道我们所得到的信仰是宝贵的信仰？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因着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降生在我们中间，也因着耶稣的降生和救赎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你是全人类的救主，感谢你为我们降生，为我们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全备的救恩。感谢神，当耶稣降生时，透过天兵天使赞美神时的宣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主啊，我们都同蒙神所赐的平安，主啊，我们要感谢和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开声来唱，在这里。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成篇，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你，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是的，主的灵，主是个灵，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得自由。是你何以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成篇，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你，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
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生命自由运行无自己。一闪导航星星，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家在这里。我在掀起要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我在掀起要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慈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您，在今天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心存感恩，因为你把你的爱子赐下，道成肉身，为的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锁。你借着耶稣基督降生，已经把爱和平安都赐给了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都犯了罪，亏欠了你的荣耀，我们一如羊走迷，个人天行己路，但是慈爱的天父，你仍然愿意等待我们回转向你。感谢主耶稣基督，您说你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你能够到父那里去。只要我们相信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能够与上帝和好。我们感谢主耶稣。今天我们在2020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数算神你的恩典，让我们看见神你的保守，我们以至今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在2021年来临的时候，主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们，让我们能够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们专心敬畏你的名。谢谢你给我们许多的祝福，也给了我们考验，让我们能够在考验的时候知道万事都在你的掌握之中，无论是多么困难的事，我们都能够看为与我有益，因为我们深信您必定在其中有美好的旨意。愿你活泼的道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力量。我们今天早晨为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朋友、亲戚、我们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愿天父你在当中掌王权、居首位。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仍然仰望被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他带给我们盼望、平安和喜乐。感谢主，
今天我们带来的奉献，愿天父你欢喜悦纳。我们将要散去，求天父你继续保守我们，让我们都能够享有主你的平安。感谢天父，感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2020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因为今年的经历是在与众不同，但我们心存感恩，因为心中满满的感激主耶稣的保守和带领。2020年即将结束，让我们回顾过往的日子，一年里头我们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看看弟兄姐妹有什么感恩，或者是有什么话要说的。在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我们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2020年圣诞节礼物你收到了吗？华语堂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年圣诞礼物的寓意是主耶稣以高度概括基督徒的品质，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求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盐和光的比喻，以此严格要求自己，活出合神心意的品味，让我们的生命经历充满美好见证，一切为了爱神爱人，并能够容神益人。
唱赞美一神。赞美一神，万福之源，天下生灵都当颂扬，天上万君也赞主名，同心赞美福之神。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